功德，不可思议。功德到底有多大呢？那么我们是应该这样回答：只有佛的智慧才能见到它的全部。我们知道宇宙当中呢，有种种不可思议的，比如业力不可思议的，佛力不可思议的，妖力不可思议的，还有一个大的不可思议，就是密咒力不可思议的。所以听到一句，口念一句，或者呢对他起一念信心和恭敬心，都是呢有愿的，能获得大利益的。这样的种子种在我们的八十天当中，就像吃了金刚砂一样，是损坏不了的。它的力量呢极为强烈，完全可以说大地未成熟的阿罗汉们集中起来，以智慧力也观察不到密咒功德的一番，让所有的优学道的菩萨来衡量密咒的殊胜的功德，也无法知道它的全部的。这里面的功德大的呢，就像大海一样的深，像天空一样的广，根本不是以凡夫心量能了知的。所以说要对金刚萨埵心咒啊升起这个信心，升起欢喜心来念诵，能相续不断的念这个心咒，这是有大福报的人。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，哦，原来众生呢造了很多罪业，没有忏悔的话呢，确确实实过失很大的。但是呢相反来讲，如理如法忏悔，而且呢借助上师金刚萨埵原理和金刚萨埵心咒的力量，自己的性清净，有很大的信心来念诵的话呢，那功德是非常非常大的。但是呢100%就全靠佛菩萨，全靠咒子里是不是自己相续当中的一切罪业全部清净呢？这不一定，还是要自己方面具足这个如理如法忏悔的条件。那么忏悔的时候呢，自己的方面呢，主要为了摧毁外智，来进一步做大乘不共的修行，打破这个外智，打破自私自念头，这样发利他的心，发菩提心来修这个金刚萨埵法门的话，那的的确确末法世代众生业障非常深重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以发菩提心来恭修这样金刚萨埵法门，那功德是无量的。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强调一下发这个利他心，发菩提心的重要性。忏悔就是为了摧毁外智的，我们要知道一切一切的罪业的根源就是无碍智，这就是罪业的根。我们要看清楚这个魔王的面目，从根一刀两断，那么一切一切罪业的智业才会断根的。如果不在这个要点上面走啊，就不能断根的。所以说发菩提心，发一个永远利他的心，就是真正和罪业呢告别的。今后呢不要想自己啊，今后呢不要再以自己为重，尽心尽力做一切利他的事，让人生的分分秒秒都为众生办事，这就能让罪业呢不相续的。就像一个人呢被敌人匆匆包围，那么只有依靠一位勇士才能冲出重围，这位勇士就是菩提心。发起菩提心之后呢，以后就是走大乘光明的路，年年就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的，这就断了罪业的相续。能不违背自己的承诺，兢兢业业的去自见，那确确实实这是一种最大的意志，能极有力的对治种种的罪业的。所以说就是修金刚萨埵这样出生发闷的这个时候呢，要尽量按依规发菩提心，不要匆匆忙忙念过，要在金刚萨埵本尊面前发愿：我今天迷途致犯，和过去一刀两断，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是，往后呢种种譬如今日胜，承诺用自己的生生世世来利益众生。我祈求本尊安悯我过去无知所造的种种的罪业，尽力加持我在一瞬间消除。如果真心发起了利他的菩提心，那么就可以和佛尊的心来相应的，决定会加持你消业障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本尊有这种能力，你也是很诚信的，愿意改正以往的过错。那么相反来讲，你不发心改过，仍然造恶业，那么念咒得大的价值还是很困难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只是口中念念，没有真诚忏悔的心，就像房屋的窗户啊紧闭，那么阳光也很难照进来一样。相反，你有忏悔的诚意，佛力咒力可以很顺利的融入你的心间。
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需要知道以菩提心摄持下，或者是以菩提心因发的基础上做忏悔是非常重要的。还呢，我们要看清楚造业的这个根源，看清楚之后呢，从根上忏除，自己反思我这一生怎么会造了这么多的罪业呢？那么思维之后呢，会发现一切一切都是呢，因为维护自己才起烦恼造了这个恶业的。譬如一生当中杀了很多鸡，杀了很多鸭鱼等等，就是呢想滋养自己，这是为自己造杀业的。还有呢，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享受，不论是经商还是从政，以各种非法手段捞取钱财，是为了自己的。还有呢，就是说这个妄语欺骗众生，是为了自己的。或者呢，嫉妒别人，争名夺利，或者呢，诽谤诬陷，也是为了自己的。反正种种身口意的恶意呢，都是呢执着自我的。以这个无碍智呢，让我们呢招下呢超过天文数字那么多的罪业。所以说一切一切的罪业都是呢从我自这个根源这上面生起来的。如果对我自不发心对治，那么将来还是会造无量的罪业。要在这个罪业根源的我自上开道，什么是利器呢？就是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是其中一个，一定要具足这个主要的意志力，也就是要下决心，将来呢不以自私自利为主，一心一意为终身做利益，这就是从根本上转业的。所以说就是忏悔的时候呢，要发大菩提心，这样才得力的。而且还我们需要知道，一般人呢他不重视这个自利，自念心咒，这也不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居住势力和居住势力在这个念心咒的效力上呢有天远之别的。在具有势力的基础上念，效果好得多，念得更深，念得更有力量，那么清净罪业的效果呢更直接的。的的确确是这样的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啊，居住势力就是有忏悔的大乘意，这样真心忏悔，那么心就充分的打开呢。心打开呢，本尊的力量、心咒的力量以及发的这个力量呢，就可以完全加持进来的。如果没有这个势力，表面忏悔没有真诚的一种诚意，那么自己内在的忏悔的心呢不恳切的，自己的心呢就是封闭了，也不可能得到大加持的。所以说就是忏悔呢以恳恳切切改过自新为根本，这样来忏悔。还有呢，我们需要强调的，在念诵的时候呢，自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念诵的就是佛尊的心咒，如果边念还要加一些贪嗔痴的语言，那是大大消减持咒的力量。我们需要知道，本来念心咒的时候是以本尊的口蜜来加持自己的，如果内心自身不加杂念，那会很快和佛尊相应的，让自己的这个口语呢同于佛的口语的。但是呢你念的时候呢打很多妄想，说很多区域，那么持咒也很难有成就的。前一刻是佛的这个心咒，后一刻呢就是反复乱七八糟的语言，那么这样杂乱不清的语言夹杂在念咒里面，就像纯金里面呢掺入了脱铜难铁一样，最后把黄金的这个价值也会使坏呢。如果心呢念得清清楚楚，口念得清清楚楚，耳朵听得清清楚楚，不说闲话，不打妄想，身体不乱动，那字字句句就是黄金啊，功德不可思议的。在《金刚密续》上面也说过，若无此等痴，若海底磐石，松树皆无过。意思呢就是说，没有这个殊胜的等痴，就像海底的磐石一样，念诵季节也没有成就的。又说到金与不金差千倍，又等持差十万。那么意思呢就是说，念咒的时候掺杂一些庸俗语言来念诵，那么所念的这个咒叫做不清净的念诵。莲花生大师也说过，杂有七语诵一年，不如禁语诵一月。游戏呢就是只求一个数量，只想念得多一点，念得快一点。当然我们不是指念诵功夫纯熟的证，是要指一指我们的一心不良的心态需要端出的，
这个存书的人呢，他怎么念书量多啊，或者念得很快啊，或者呢他的境界很圆满，甚至万事万物都成了在念诵周至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。那这个时候一刹那间，或者说短短时间当中，他念得多念得快，而且呢数量更多，加持力量更大的一种境界，这是呢修圆满次第升起次第非常非常纯素的一种人做得到的。但是我们初学者，然后呢修法没有如理如法，以持力居住的前提下参会的人呢，不是数量为主，而是质量为主，这个非常关键。本来只要用心性清清楚楚的念下去，如果在这个里头又想求快点，又想求干预，又是怀疑的一个状态，又是呢猜测的，又是相间这种想那种想，又想吹嘘自己念得多，又想和别人比试，又想在大众当中呢装出一副样子，这些呢都落在邪思妄想当中。所以严格来讲的话，都是不清净的，都不是以清净心念咒的。所以说就是在念诵的时候呢，止语很重要。那么真正念诵的时候，在止语基础上做什么呢？应当很安和的，很绵密的，中间呢不要加多少分别，主要是字字句句分密。关键是用这个耳根听，有什么作用呢？只要把这一句心咒听得清清楚楚的话呢，你自己的心呢完全收住了，不会在外面放野马的。清净心念和杂乱心念相差非常大的，我们要句句不够，声声分明，连续不断，那么这样止语的基础上再念这个心咒，功德是远远超过杂乱状态，或者不至于散散乱乱的状态当中又说闲话又在念咒，这个念一辈子都不如参加一次八天公修，以自语的基础上如理如法念诵法轮忏悔，那确实这个功德是更大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法会期间呢，其他的琐事都要放下，在八天当中呢打突击战啊，就是城市里面的在家人呢，确实在一年当中呢，甚至几十年当中都没有好好静下心来认真做一次忏悔的。那么现在有这样殊胜功效的一个妓院，应当在八天之内呢克己去正啊，这是应当的。比如家里一周要清扫一次垃圾的，那么何况我们心里充满了罪业的这个垃圾，更应该彻彻底底的打扫一次。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，参加这样殊胜的一个金刚萨埵法会呢，是非常非常殊胜的。虽然我们知道修对治力很多很多，比如念般若经啊，修空性啊，造佛像啊，供养三宝啊，念佛啊等等，有很多很多的。那么我们这次法会修对治力，唯一就是念修金刚萨埵的心咒，所以呢，一定要如法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强调一下回复力，回复力就是一个自愿。发誓以后再不做，比如认识到杀生的过患，知道杀生要堕落地狱，而且呢从地狱出来做人也要宰500次被杀的，那么心里呢非常非常的后悔，就像自己呢误服毒药那样后悔。这样认识后呢，又要升起一个誓愿，今后呢就算别人把刀呢夹在脖子上威胁你，或者呢出1块钱收买你，你也不做杀生，要有这样的一种决心，才能断罪业的降续。哎，这就是俗话所说一刀两断，再不沾染，这样才和罪业呢彻底分离的。否则如果你白天透晚上忏悔，第二天再透，这样忏悔一年也忏不尽的。所以说就是自己造业很重的那些方面呢，都要下决心改。而且我们需要知道，其实这个罪业就像一根根绳子缠在心里面，那么下决心断一种罪，就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呢间断一种业善，断多少种恶，那么就是减断多少的罪业，最后把这样的罪业全部拔除，就是恢复清净的。这叫真正如理如法忏悔的时候，是你当众的恢复力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恢复清净的，叫做恢复力。今天就讲到这里。Sunam da yitam jen su pa nye tum ne ni pe tra nam par jen jang jir ga nam chi wa long tru pa tru pin tso lin tru a tru shum Om Bandar Sattu Hu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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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m Bandar Sattu Hum
Om Bandar Sado Hum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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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m Bandar Sado Hum.